呀，九郎，你为什么把头发放水里啊？ Hello， 一萍，没有啊，听说这样子可以看到自己的头发是健康还不健康哦。哦，其实你要看头发健康与否，其实只要看有没有干枯分叉、细软扁塌，这些都是头发不健康的表现。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要去看关心头皮有没有健康，因为它是头发健康的根源。那其实为什么会我们的头皮跟头发会变得不健康啊？那是因为频繁的烫染、洗护不恰当，或者是空气污染啊，甚至于紫外线啊，这些都是对头发和头皮的挑战。那怎么办呢？听说好像做一个倒立就可以让自己头发跟头皮变得健康哦。那你可以试试看哦。不过 New Skin 有了新的办法哈，就是这套 Neutral， 它是专门针对头皮和头发的保养的啊。至于这个倒立有没有用，我不知道。但是呢，Neutral 有没有用呢？可是经过临床实验来证明的哦。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临床实验吗？我们有请52位受试者，经过6个月的临床实验，发现发丝的厚度和光泽度都有了明显的提升，特别是头发的丰盈度和柔软度提升度达到了100%以上哦。还有呢，头发的脆断度降了72%。也就是说，你现在在刷头发的时候，如果有10根断发的话，天天用 Neutral 哦，过了半年以后，脆断的头发数就只有3根以内了。那这样很棒哎。那新的 Neutral 跟以前的 Neutral 有什么差别呢？这个可是 New Skin 经过7年的研究研发出来的黄金配方哈，它是 Age Lock 的 Neutral 配方，专门针对头皮和头发的保养，特别是里面针对头皮衰老的根源，特别是里面含有珍贵的植物成分，可以营造强韧的发丝和很好的这个头皮的环境。那还有这个精华液呢，可以跟新的导头相配合。那这新的导头呢，它的设计也是根据人体工学的原理，不仅让头皮更加舒服，还能够增加导入的效率哦。那这样很棒哎。那其实我另外其实很喜欢做烫头发跟染头发，其实我怎么办啊？这个女丑也有想到了哈。那在有一个很有趣的头发虐待实验当中，我们拼命的去刷头发、烫头发，再去刷头发，发现用过 Neutral 的洗护过的这个发丝啊，它的抗热能力、强韧度都显著高于用另外的一个洗护用品的这样子的组，并且它还能够保护发色呢。那很好哎。那除了以上之外，我们要定期做护理之外呢，那我们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的头皮跟头发变得比较健康一点呢？这个就是要你平常的生活作息要有规律，饮食呢要注意营养均衡。那平常在洗护头发的时候呢，我们也有一点小小的 tips， 就是在用香铺的时候呢，要用水把它先打湿起泡，再用到头皮上，要洗2次，这样就可以彻底的就深度的清洁哈。那还有用 conditioner 的时候呢，其他的洗护用品都只能用在发丝上，而这个呢是可以用在头皮上，可以更好的保养头皮。那这个 serum 一天可以用2次，配合新的 Age Lock Spa。那就是说我们把头皮当成我们皮肤的一部分，然后定期做护理，然后这样子的话，我们的头皮跟头发就会变得健康一点咯。没错啦。好，那今天的时间就差不多了，那我们谢谢一萍，那我们下期见咯。好，拜拜。